3.4亿资源估压价，茶凉严禁。哎呀，这个项链不是这个号搭配段数不高，但是搭配太好了。哎呦我去，还有愤怒破血多了一个特技，多了个破碎。这个号帮战无敌，扶战不行。扶战的话，物理系追求属性，不能追求特技啊。老王，我今只啊出了2个13技能吸血鬼，1个14技能吸血鬼。那我觉得这2个13加上1个14，不如1个14技能童子之前。3只吸血鬼翻页的肯定没有1只啊翻页的童子之前。但是资质特别好的除外。法西梦再见了，谢谢啊。好，咱们先把这个按照顺序啊，这个排到队的兄弟的资源给他干了。160愤怒破血什么价格？没有，但是有一个很接近的腰带。你们知不知道有一个愤怒野兽精致的腰带，150级的，在紫禁城，原来是董事长的那个腰带的话，第一手是10万，第二手是40万啊，现在是问号了。150愤怒精致跟160愤怒啊差不多了，但是肯定还是160的愤怒值钱。我觉得我全回了，最后给个野生趴技能，故事的结尾在这儿呢，呵呵呵，真实。